好的。既然都快死掉，不如提早帮他结束痛苦。切切切！哇，完全变成一滩水了，还闪闪发光的，感觉说不定会有用。刚好身上有剩下的玻璃已经撑一些好了。花妖之血。是我错觉吗？我们把它切掉之后啊，那个画面好像变暗了。用手很难扯断。是我想太多吗？哇，还错呢。20吗？这房子实在太邪了。不行，我一定得活下去。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我，怎么可以在这种地方？说不定书房里有能应对20的书，再过去看看好了。那你怎么跑过来了？所以真的是要砍他吗？来了来了，先来找吧。我们先把这一个20解决掉吧。这里会有关20的消息吗？应该也没有吧。这个很破破烂烂的书哎、欸，对耶。好，拿下来好了。难以辨认的手写文字，书页都散架，看到被拆掉了一样。迷情法、恶魔召唤之术、诅咒术的实验方式、实现方式、除灵水的制作，什么鬼？黑魔法吗？但又很杂乱。我看到一个是除灵水，以防万一，把除灵水这一页拿着好了，反正都已经散架了嘛。剩下的这些只要放回去就好了吧。有股淡淡的香味，还发着光。除灵药水。盐、生之水、灵物之血、无辜者之血。盐的话应该可以在那一个啦。可是生之血是什么啊？生之血是灵物之血的话，我可以想到应该是花妖的。无辜者之血的话，自己也可以啊。我现在发现，你们看他的脸，左上角的脸他变了、原本是这样子吗？哦，深井之水啦！哎呀，花妖之血混合一体，很快就会把除灵水做出来了。啊，原来是因为我刚刚没有用到那一个，然后再来是盐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有盐有盐，我撒一点好了。啊，这里啦！哎呀，哇塞！哎呀，这里竟然有这黑猫，我忘记了啦。算无辜者吧。哎呀呀呀呀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把拖啊。不知道会不会成功。渐渐变得清澈起来，好像成功了。除灵水。好，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候到啦。哦啦！你以为这一次我还会怕你吗？赶快上路吧，20。朝20泼了除灵水，喵喵的血。对啊，我一直忘记地下室有个尸体，因为大猫那时候讲说某动物的尸体之类的时候，我有想到有一只猫，可是我一直忘记在哪里。然后地下室黑的跟什么鬼一样，所以我根本就没有看到，是刚刚无意间按到我才找到的。真的消失了呢！敢在本大爷面前作祟，这就是你的下场啦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没啥事啦。刚才发现一个烦人的20，已经帮你去除掉咯。20，就是穿着白色的衣服，头发。你怎么可以？不可能，还给我！把外婆还给我！要跑吗？这是要跑吗？应该跑不掉吧？哎呦，他反应很快呢。直接把他干掉这个怪不得我，是你自己扑上来的，把我锁在那房间室里的，杀了那只猫就是你吧，要不是我这么机智，可能没办法识破你的诡计呢。等下把他杀掉了，杀掉啦！
孤独一身的狼默默地在深夜离开了。森林中的小屋在大火中被烧毁，没有人知道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。坏结局啊，我觉得应该是坏结局啊。End， 孤狼，独狼，独狼，独狼，看错了。The only wolf。好了，我们至少成功完成一个。哎、欸，我应该没有盖到档吧？没有吧？没有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可以吗？动了，还好没有回应。马上就要死掉，该怎么办才好？你醒啊！发生什么事？有人吗？救救我！哦，真的还活着！陌生人，求你帮我！好，我要怎么帮你？这里太热了，能帮我去冷库里拿冰泉水吗？应该是在地下室那边。结果这边走向不同结局。哎，地下室冷库吗？谢谢你，陌生人。再次陷入昏迷。哎，不是，那你挡在这边是干嘛？哼，说起来这房间真的很闷热，我都觉得有点头晕。他动不了，挡在中间也没办法，稍微推开一点吧。先这样好了。结果，哎、欸，结果我们把它砍掉啊，画面真的是有变暗哎、欸，糟糕，这不能砍哦。我火再烧一下就好了，烧不了，水分太多点不着。你还真的用手成功了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时候我们就不会遇到刚才那个恶灵。哦，啊，没有恶灵其实也没差啦，有没有都没差啦。我们先去拿什么冰泉水，是不是？可是我刚刚没有，我倒没有想到刚刚这个会走向不同的那一个，不同的走向就是了，因为我以为那一个，因为刚刚是因为我手上拿刀，所以我以为。就只能这样子了。他、啊、后来想说，我还有火柴、欸，那是不是可以用火柴用？结果火柴没有来得及烧，他突然就直接讲话了，害我整个愣住了。我现在一整个就是花的发，为什么你刚刚不讲话？害我直接先把你给砍了。你是故意的吧？你是故意的吧？哎，这肯定是故意的吧？完全没有能醒过来的迹象。植物的话是用根喝水来着，根在什么地方？怎么办呢？哦，我已经感受到凉意了，请把泉水洒在我身上吧。你要不要先穿个衣服？我很怕等一下我抬不见呢。好的，我很怕等一下。哦，好了吗？整个房间的温度都变低了呢。哦，果然这个比较值得。非常感谢你，善良的狼孩子，我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。哇，他好像在发着光哎！哦，你没事就好了。我的名字叫罗伯啦，罗伯你好，我是浅，是住在这里的兰花花妖，一直都是瑞士大人和蜜桃小妹妹照顾我，但是这几天他们都没有来这里。人家妖精穿什么衣服，还是要注意衣着啊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你也不知道这里发生什么了吗？作为植物是很难移动的，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，差点要死掉了呢，真是好怕。对了，你身上有什么容器吗？我要给你救我一命的谢礼。是，虽然我身上刚好有红瓶子啦，不过谢礼什么的没有必要吧。不用客气啦，这是我的特产，能帮上你的忙的话我也很开心的。啊，什么特产？什么东西？给我瓶子就知道啦，好吧。嗯，口水。月之精油，这给你，这是月之精油，我们月光兰花的特产。如果你注意到的话，这里有很多我的花做的灯。哦，这个真是好东西耶，好多房间也都超暗的，能派上用场就好了呢。还有一件事，希望你能帮忙看看瑞士大人和蜜茶小妹妹他们发生了什么事。嗯，那只兔子的确不知道在搞什么。他们都是很好的人，希望没事吧。好吧，我知道了。再次感谢你，闭目养神，似乎还没有完全恢复。平时管理这些一定很累吧？嗯，这我哪知道，我就知道他长得黑，嘿嘿，哎，这是
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杀杀！哎、欸，这样会不会比较不可怕？啊？啊？你什么人？哦，小简刚刚提到我了吧？提到瑞斯？哦，没错啦，悟性提高的呢。蜜桃所谓外婆就是哦。你叫罗博士吧，不用怕，我不会伤害你。那你为什么要装的一副鬼的样子？而且为什么你耳朵是狼耳朵啊？嗯，你是奶奶吗？你哪里像奶奶了？吐出来的精华，嗯，不好说啊，我不知道从哪边吐啦，虽然他是说口水啦，哦，是哦，不知道欸。哦，原来是外婆啊。等一下，你怎么？啊，没办法啊，如你所见，我已经死了。嗯，本来我也没打算吓你的，谁叫你胆子那么小，而且只有你看得见我。啊，只有我看得见你，为什么？我的存在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鬼啦，应该叫做思念你或什么的。诶，解释起来有点复杂。至于只有你能看见，可能和你胸前的石头有关哦。我的护身符大概是产生了某种共鸣吧。啊，如果还活着的话，真想就这个写篇论文了。所以总之你不会弄死我就对了啦。诶，其实要弄死你对我还算蛮难的。你会被吓，甚至吓晕，只是因为视觉刺激而造成的应激反应。你一定要讲的那么的文绉绉吗？而且不对啊，前面那个时候被你抓到的时候，我就直接挂掉了咧。那这个是什么反应？吓死反应，完全不明白。我承认一开始发现你能看见我的时候，是很想吓唬你啦。毕竟一个陌生男孩子出现在这里，还是很令我担心的。诶，担心命长吗？嗯，他确实超奇怪的啦，骗我来抽我的血。却还把我哈关在小屋里，简直不知道在搞什么鬼，莫名其妙。他该不会是知道说瑞斯就是这个外婆他去世了，所以他把他尸体留下来，然后抽取他的血，然后想要让他外婆复活吧？没那么瞎吧？他学着讲话，当然一般人听不懂。没错，欸，说真的我还蛮生气的，好不容易恢复自由的啊我。嗯，那孩子还没有接受我已经死了这件事了，精神非常不稳定的样子，而且齁，根本没办法跟他碰面，放心不下啦。不能碰面？算了，这些一时半会没法跟你说清楚。说正事吧，小简肯定把他最宝贵的精油交给你了，应该可以认为你还是个不坏的家伙。嗯，于是呢，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啊？让我帮忙？我能帮忙什么？啊，很简单啦，傻子都能做到的。帮我做完，给你大门钥匙，放你走，怎么样？既然你都这么说，我就听听看好了。那我就放心了，你只需要帮我做一些特制烟叶，然后点起来就好了，真的很简单的，不用担心啊。这只兔子算是 boss 哦，真的假的啊？我靠，不是啊，他这狼与兔，然后画面都温馨，我以为他们两个是相亲相爱的一对。哼，烟那是什么？哦，是我生前每天都离不开的好东西啦。虽然已经好几天没碰了，我真是浑身难受啊！我已经没有身体了齁，现成的刚好也用完了，只好请你帮忙现做了。这算遗愿吗？那请你告诉我怎么做吧。首先呢，去这间食肉植物培养室里拿到昏菌，就是那一大株食人花的触手。哎，拿它触手要死人了吧？嗯，不用担心，没事的。你手上有小浅的精油，给他几滴，他保证什么都听话。竟然还有这种用法吗？事不宜迟，快去吧，好孩子，我在这等你啊，拿好来找我。而且为什么？不是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兔子的外婆是个狼啊，还是狗啊？是狼还是狗啊？不管怎么看，突然看见都吓一跳。哦，我可以变得更吓人哦。不，您这样就好。如果你在冲刺的话，就可以直接穿过我，而且不会被挡住。这样我知道了。从鬼身上穿过去挺可怕的。啊哈真的可以耶！毕竟是精神市场的黑化裤。哎呦哎呦哎呦哎！你看他这穿得过去，笑死哎！可是我真的觉得外婆很呛哎。你看，他跟我们说冲刺跑过去。欸、你们刚有看到吗？好啦，算了，走吧，进去了啦，怕什么？还来啊？第二次来还是很受不了这感觉啊！大胆贼啊，怎么还敢来？蛋嘞、欸，你看，哦，
哦，你身上那是小姐姐的光？哦，是啊，是她亲手送给我的哦。哼哼，可恶啊，嫉妒使我丑陋，光小。说吧，你要怎么样才肯分我一些？哦，很简单啊，你只要你肯给我一些你的触手就好啦。没问题，把我什么出来，入出来换，我都愿意，光小啊，是吗？好吧，这是意外好哄。小时的话很警惕，看向这里。给你，给你，我触手有多少有多少。昏瞬间拔掉了自己好几条触手，硬塞过来。近距离看起来真的是超强压迫感，之前跑的时候都没有仔细看，真是超级舔狗哎、欸！你的新欢这个图差不多，但不是那种血型的。小姐姐的精油呢？快给我，快给我！不要那么着急嘛，我应该怎么给你呢？直接滴在我花瓣上就好，快点啊！马上马上！哦，我感受到了。话说你直接给我触手，不怕我赖账不肯给你吗？吼吼，没想到你们竟然有这种想法，我们慈武从来不会干这种事的。而且你敢那样做，我马上扭断你的脖子的啦！说的也是哦，因为看起来太傻，都忘记他有攻击力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觉得论看起来太傻。你一点都不差、啊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你一点都不差、啊，两个都一样啊，秃秃秃哦，好哦，哦哇，超开心的，好久没有品尝到小姐姐的眼泪的甘美了。你开心就好了，其实真是别告诉她，其实口水了吧？小姐姐，我爱你。我该说什么呢？我该说什么呢？我能说什么？我还能说什么？他真的是很呛哎！我现在看到奶奶，我下意识想跑哎、欸，可恶！真是谢谢你哦、啊，奶奶。那触手接下来做什么？哦，挺顺利嘛，你这蓝疹子果然挺靠谱的。不过接下来可能稍微有点麻烦。哎，东南边全是水的房间，知道吧？我之前进去过，什么也没有，但有种怪怪的感觉。等一下，之前好像还听见有人在叫我过去什么的。连那孩子过来还是按时来看我啦。啊？谁啊？是我曾经救助过的水妖啦。其实他敏感胆小，却十分调皮。之前叫你过去，可能想恶作剧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那不是恶作剧，他是真的直接把他给拖下去，好吗？这不是恶作剧吧？听起来是个讨厌的家伙。他很可能已经察觉到房子里的气息不对。于是认为你这突然出现陌生是敌人了吧？哎，总有种差点要被害的感觉，感觉去掉你已经被害过一次啊，没关系啊，你过去叫他名字，跟他解释清楚发生了什么就好了。之后他应该会乐意把银色珊瑚交给你吧？哦，对了，那孩子每次来我都会做他最喜欢的活泼蛋糕给他吃，厨房应该还剩一块，你可以带过去给他。那个蛋糕是吧？我知道了。拜托你了哟！这阿嬷好讨厌了，看起来真的不像阿嬷哎，她早婚吗？大婶说的就这个吧，但是给连就可以了。你有种，你有种就在她面前讲她是大婶，你信不信？你不被按在这个厨子那个什么炉灶里面，我跟你信。过分的玩笑，那个是要命的玩笑啊！我告诉你，你直接喊在他面前喊他大神，连不理我怎么办？虽然挺调皮，但不会有这种事，安心啦、啊。就算大神你这么说，感到很不安。哎、欸，他居然没事哎、欸，靠！哎呀，这讲大神居然没事哎、欸、哦。哎呀，就他真的有种在他面前叫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小可爱吃蛋糕咯，在这里喊他就可以了吧？总觉得不想再靠近了。连你在的吧？没有啊，那大概不在。哦呦，你是何人？为何知道吾的名字？哦，真的有哎、欸，我是罗伯，是大神啊，不是瑞斯告诉我，让我来帮忙的啦。